处处欢歌遍地，家家喜笑连天。中国艺术报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19年我的有两部电视剧播出，还有两部电影播出，还有一个综艺播出，受到大家的喜欢，我觉得非常的感恩，也对我是一种鼓励。2020年可能会有两部作品带给大家，一个是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还一部是现在正在拍摄的《青簪行》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我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